定婆婆，你坐喺度唔好喐，大概半个钟头左右啊，等啲药滴晒就得噶啦。知道啦，医生。仲有啊，如果你有啲咩唔舒服嘅话，嗌啲姑娘叫我过嚟就得噶啦。哎呀，知啦，我又唔系第一次做化疗，唔使我做一次你都讲一次噶喎。哎，你啲后生嘅真系仲长气过我啲白夜婆。好啦好啦，下次唔讲啦，我翻去做嘢先啦。嗯。徐医生，我send咗个心脏肿瘤 file 俾你，有冇收到啊？我翻去睇下先，唔该晒你，严医生。叫我辉仔得噶啦，医院入边咧个个人都叫我辉仔。啊，明仔，你嚟探婆婆啊？婆婆个肿瘤好严重咩？个瘤喺海马会啊。喺左枕叶嘅视觉联络区。个肿瘤令佢对睇到嘅嘢产生咗认知上嘅错误，所以喺婆婆眼中，你可能真系同佢个孙一模一样。哦，咁我下次休息嗰阵咪上嚟扮佢个孙，同佢倾下偈咁咪得咯，系咪？咦，差唔多食晏啦，你有冇约？喂 ，Doctor Yip， 系，好啊，我而家过嚟。唔好意思啊，你头先讲咩话？哦，冇冇冇，院长揾你，你快啲做嘢啦。再讲。Patient 咩情况 ？Patient 十八岁，有腹泻症状，少少发烧，体温38.2度，其他指数正常嘅。慢慢下，好。慢慢挨低。你边度唔舒服啊？我肚痛啊。同你做检查，痛嘅你出声啊。痛唔痛？痛。痛唔痛？痛。痛唔痛？痛。幾時嚟 period 啊？上兩個禮拜五啱啱嚟乾淨。我出聲。你做咗個咩微創手術啊？半年之前割過盲腸。暫時超聲波睇唔到啲咩特別嘅嘢，我會幫你做 CT 一度紋，再睇清楚啲。我 BB 一出院翻到屋企係咁喊，我以為佢肚餓啦，點知我餵完佢佢都仲係咁喊。醫生 ，BB 係咪有啲咩事啊？佢個肺冇雜音，應該唔係心肺嘅問題。心哥 ，BB 嘅驗血報告出咗。醫生，咩事啊？我哋喺 BB 嘅血液裏邊。驗到有微量嘅安非他明，佢咁細個應該唔會誤食毒品啦啩？係，我係有偷偷地食過幾次。我陀 B B 嗰陣時心情唔好啊嘛，我唔知道會影響到 B B 噶。你等一等啊嚇！誒，安姑啦，森哥咩事啊？我想你安排送個 B B 上去兒科，話俾佢哋聽呢個係 N A S patient。你放心啦，兒科會處理 B B 嘅問題。不過我想你留一留低，做個毒理測試，睇下仲有冇毒品殘留喺你體內。醫生，我係咪有咩事啊？你之前唔係割盲腸，你係做咗個胃繞道手術。你幾時做，同喺邊度做嘅？呢個手術有機會阻礙咗你腸道嘅蠕動，導致到佢發炎。我會send你上腸胃科嗰度，佢哋有機會幫你做一個復位手術。咁即係點啊？即係將你嘅胃同腸恢復翻手術之前嘅位置。唔得，我之前嘥咗咁多錢做呢個手術，我唔想變翻之前咁啊！你唔做嘅話，佢會持續發炎，最後有機會壞死嘅。減肥重要定你條命重要啊？但是我下年就计划了跟男朋友结婚，我不想到时啲人笑个身体是肥婆啊！你再跟你的男朋友商量一下啦，或者你见完肠胃科的医生先再做决定，跟他打 Tramadol， 等他好翻啲先send他上肠胃科。边阵去咗边啊？成朝唔见佢嘅。Doctor Yip call 咗佢上去，唔知倾啲乜嘢咧？
唔好意思啊，你話想升我做 COS？ 我已經通知咗 Martin， 佢冇意見啦。話曬我哋明誠北 A 人醫務聯接收嘅 case 係咁多間公營醫院入面最多嘅，咁揾多一個主管醫生去睇呢個部門都好正常啫。OK， 呢件事阿森哥知嘅。呢個係醫院高層嘅決定，只需要醫法局批准就可以，所以冇必要知會森哥。我嚟明誠北嘅日子咁短 ，A 司位都未坐亂，咁快升做主管醫生，唔似係醫院一直以嚟嘅規矩咯。我同 YT 嘅管理方針唔同，我從來都唔理咩規矩，我只係信能者居之四隻字。如果你入嚟嘅時候我已經坐呢個位，我一定唔會委屈你。即係咁講，一間醫院有兩個院長，一個 A&E 有兩個 COS， 即係你唔覺得突然之間咧，好似多咗好多個山頭咁樣嘅咩 ？Vincent， 我諗你諗多咗啦。多一個決策人去分擔醫院嘅職責，唔係一件好事咩？咁就算分咗山頭又好，分咗派系都好，邊個最後做唔到嘅都要落台噶。OK， 即係你嘅意思係想我企嚟呢一邊呢個山頭啦。我只係想喺工作關係上面同你親密啲啫。咁如果你覺得咁樣係歸咗我邊嘅話，你咪當我招攬你咯。咁啊係嘅，唐明同 YT 關係咁好，佢兩個明識得咁耐啦。咁好多人好真心企喺佢哋嗰邊嘅，你揾我呢一個入嚟唔夠兩三個月嘅 A 市貴賓，我都好正常嘅。OK， 咁我晏啲就會通知 Martin。我諗唔使兩日，醫法局就會出一張 memo 通知醫院所有人你升職嘅事。冇住啊 ，Doctor 葉，我好似仲未應承你喎。咁你仲有啲咩要求？即管講。我諗你誤會咗啦。我入嚟明誠北唔係為錢，我屬於嗰種人係好 enjoy 做一個普通醫生，好 enjoy 去 A&E 嗰度救人，至於管理層嘅嘢 ，sorry， not my cup of tea。唔緊要啦，我都唔會強人所難。不過我想話俾你知，我升你職係因為我欣賞你嘅本事。Thank you。冇咩嘅話，我翻出去先啦。Vincent， 嘿，上到嚟十樓嘅，揾我啊 ？No， 阿 Doctor 叫上嚟揾佢啫嘛。係，我啲 A&E lock 紙就搞得唔清唔楚 ，so you know。咁好啊，唔阻佢做嘢。All right。他講大話，你點知啊？同以前一樣，一講大話咧，對眼咧就閃閃縮縮咁。你都幾了解佢喎？你哋以前一齊嗰陣，佢成日講大話呃你。喂啊！你唔好亂諗喎，我同佢嗰啲嘢咧，全部唔記得曬噶啦，淨係記得啲無聊嘢。我知道你唔會亂諗嘅。我咪講咗好多次，我呢兩個月要準備演唱會啲嘢，我係唔會接任何戲噶。好啦，唔同你講啦。唔好意思啊，阻你講電話。唔緊要，公事嚟啫。係咧，我嘅報告係咪出咗啦？
係咪真係有肺炎啊？我一頭都以為你嘅持續發燒係因為肺炎影響，不過你嘅驗血報告啱啱出咗，證實咗係 HIV positive。我一陣會幫你聯絡傳染病科，你需要轉介過嗰邊接受治療。不過你放心，醫院會保障你嘅私隱，你患病嘅事不必要嘅人係唔會知道。你都有權選擇不公開病情。我要即刻出院。林文小姐 ，patient 絕對有權去選擇接唔接受治療，身為醫生都冇權逼你。不過你要知道 ，HIV 嘅潛伏期係冇人預計得到。有啲人出咗院之後七日就會病發，亦都有啲人到死嗰日都相安無事。不過你唔能夠當佢係傷風感冒咁唔理佢。你要警惕自己，這個病是有傳染性，同人接觸的時候你要小心一點。我會小心的了。我剛看了 Amanda 的血液報告，你應該跟她說她 HIV positive 的，為什麼不是直接轉介她傳染病科，也由得她出院？我尊重病人決定而已。我不是干涉你處理病人的手法，但你不覺得無論什麼病都好都應該治療，不是什麼都不做嗎？你說得對，不過有時醫生都要站在病人角度去想的。但 Manda 身份比較特殊，她放棄治療對以後的生活容易過很多。明白，我會叫 Center 那邊將 Manda 的資料加密，保持她的私隱。 Thank you。 不阻你了，我先回去。不好意思啊，是不是阻住你哋傾偈啊？唔阻，我傾完啦，公事啫。拜拜，拜拜。傾咩啊？咁開心？咪講咗咯，公事啊嘛。嗯，但你不嬲都公私不分噶嘛。你唔係話戒咖啡嘅咩？你唔好再攞杯咖啡我面前養嚟養去啦。邊有養到啊？係咧，做咩戒完咖啡有咩戒紅酒噶嘛？想健康啲咯，唔好咩？傾咩公事啊？佢霸咗 YT 半張院長凳啦，唔係同一間醫院，費事睬佢啦。估唔到你同 YT 嘅關係咁尋常啊？同你唔尋常啲。我有獨家消息，你即刻吩咐幾個記者去揾 Amanda 做訪問，直接問佢係咪染咗艾滋病。嚇，即係小姐啊，你啲消息喺邊度收翻嚟㗎？如果我哋立亂問啲咁嘅問題，萬一件事係流嘅話，我哋會好麻煩嘅。放心，唔會錯。放料俾我嘅係 Amanda 喺明誠北嘅主診醫生唐明。喂，天。有個 patient 個腦受到重創，送入嚟嘅時候已經昏迷 ，GCS 得翻三嘅啫，所以先要 call 你嚟。喂 ，patient 嘅情況點？個 PP 升到180，但係 positive 到剩翻45，左眼瞳孔放大同埋手腳僵硬。佢有可能腦硬膜下出血，令到裏面受壓，即時幫佢釋放腦壓。咁我哋出去準備一下先 ，patient。阿 Ben， 即刻煲 OT， 等 patient 嘅 BP 跌翻落嚟。我哋同佢入 OT 做手術 ，OK。咩情況啊？我先同婆婆做緊化療嘅時候，佢突然之間覺得唔舒服，就話想嘔同埋反胃。之後我哋就停止咗療程，婆婆就話唞唔到氣啦。點啊，徐醫生？肺部有 crackles， 婆婆可能對 MTX 呢一隻化療藥有敏感，所以出現間質性肺炎嘅症狀。送婆婆翻房，安排驗血同埋 chest X-ray。如果真係肺炎嘅話，就開 prednisolone 俾佢。好，知道。食膠布。俾
你 check。BP 180/100 pulse 40。住。加布。BP pulse 幾多 ？BP 140/90 pulse 升翻去60，穩定咗。同佢照一次 CT， 即刻上上 OT。我通知放射科揾人準備啊。唔該，阿森。啊，仲有。你幫我通知阿 Yan， 叫佢準備入手術室做輔導。阿 Yan 好似 follow 緊腫瘤科嗰邊嘅 patient， 唔知趕唔趕得切過嚟幫手。咁你幫我同佢講，問佢可唔可以暫時放低佢嘅 patient， 因為之前同我做過類似嘅手術，揾佢做輔導穩陣啲。偉賢，乜你覺得呢啲手術我就 follow 唔到咩？我入 OT 就幫唔到你手。我想問你，你做過幾多次 TBI 嘅手術？我睇過你嘅花道，你專長係做 AVM。我找阿 Yan 做我輔導，是因為他比較適合啲啫。我是腦科醫生，任何同呢度有關嘅問題我都識。就算 AVM 以外嘅手術，我都唔會比阿 Yan 差。咁好啊，一陣間入 OT， 你做我輔導。林女士，頭先婆婆做化療嘅時候，突然間呼吸困難，係因為佢對新藥有敏感。所以會出現一種叫做間質性肺炎嘅現象，咁我哋會幫佢停止用呢一隻藥。咁係咪幫佢轉第二隻藥啊？唔係，我哋會暫時停止化療。點解啊？係咪佢個腫瘤有啲咩問題啊？嚇！頭先我哋幫佢照過一次 CT， 我哋發現個腫瘤冇細到，咁即係話個化療起唔到作用。相反，腫瘤嘅範圍越嚟越大，情況唔係咁樂觀。點解會咁㗎？阿媽，你話做咗化療好咗好多嘅？婆婆啊，根據你而家腫瘤影響嘅區域，你之前嘅問題而家係咪嚴重咗好多？你視力嘅範圍係咪開始收窄？係啊，啲嘢我睇唔曬㗎。嗱，你唔好喐個頭，淨係用對眼望住我支筆啊！睇唔睇到支筆？睇唔到啊，林女士啊。你媽媽嘅腫瘤咧，而家壓住咗佢嘅視覺聯絡區，影響緊佢嘅視力。而家情況嚟睇，可能一個月內就會完全失明。啊！咁點算啊，醫生？如果係其他病人嘅話，我會建議佢即刻做手術。但係婆婆嘅年紀咁大，做手術風險會好大。其實唔做手術都唔係一件壞事啊。雖然而家佢嘅腫瘤咧影響緊佢嘅視覺，但係至少唔需要面對即時嘅危險。咁好啦，我哋唔做手術啦。唔得，我要做手術啦。媽，醫生都話你年紀大，唔好做手術咯。我都話我要做手術啦。哎呀，婆婆啊，以你呢個年紀做手術真係好危險噶。其實冇必要冒呢個風險。我同葉醫生再傾下，睇下可唔可以用其他藥物幫你，好冇？唔得嘅，唔得嘅，醫生，我一定要做呢個手術噶。我个孙仔两个月后大学毕业，我想睇住佢戴四科帽啊！无论点，我都要搏一搏嘅，医生，我求下你啊！好啦好啦好啦，咁好啦，医生，你帮我阿妈做手术啦。好，咁我去通知 YT 先，等佢可以准备个手术。唔使啦，我 check 咗 booking schedule， 今晚 YT 要帮一个脑出血嘅病人做手术。哦，咁婆婆嘅手术边个做啊？你做主刀，我知道好多醫生都介意做成功率低嘅手術，盡量希望自己嘅 record 入面唔好有手術失敗四個字。但係婆婆嘅年紀咁大，就算係 YT 做都冇十足嘅把握。如果你拒絕，我做啊，有信心？冇㗎，不過我唔介意有手術失敗呢四個字喺我 record 入面。同埋 YT 講過，如果唔入 OT 嘅話，永遠都唔知夠唔夠到病人。咁麻煩曬你，
手術之後請你飲咖啡。我哋做準備先。啊！唔怪之得唐明俾其他人 follow Amanda 單 case 啦，原來咁大件事啊！唐明醫生啊 ，Amanda 知道啲療程係咪喺明誠乜度做嘅？喂，唐明醫生冇講，梗係唔想你哋知啦。Patient 嘅病情係 patient 嘅私隱，大家喺出邊點講我唔理。不過喺明誠不入邊，我唔希望大家當呢啲係八卦新聞咁傳嚟傳去。嗯，知道就做嘢，係啦。你睇咗單新聞啊？成班馬騮喺出邊八緊啦。邊個係主診醫生啊？我。啲記者就係話呢單料係個主診醫生爆出嚟噶，揭露病人私隱係嚴重違反醫生操守，後果好嚴重噶。啲記者亂咁傳，亂咁爆，成日都係噶啦，唔使咁緊張喎。唔係咧。不如你諗下，除咗你之外，仲有邊一個係睇過個病歷同埋個報告？由 Amanda 秘密入院開始，我哋都冇對外公開過呢件事。佢嘅檢查報告事後都全面加密，顧問級別嘅醫生都冇權攞嚟睇。反而我覺得會唔會係佢同佢經理人啊、助手嗰啲講，所以傳出去啊？你有冇懷疑過葉晴啊 ？Doctor 葉又唔似個唔專業啊！你冇諗過佢有心爆單嘢出嚟嘅咩？佢同 YT 而家喺明誠北道開戰，你係 YT 嘅人，佢諗住利用呢單醜聞踢你出醫院，等你冇得再幫 YT 咯。會唔會你諗多咗啊？係女人直覺。喂，知道。唐明醫生 ，Amanda 係咪感染咗艾滋病啊？Amanda 有冇同你透露喺邊度？跟住落嚟嘅治療係咪有唐明醫生你 ？Amanda 究竟而家咩情況？唐明醫生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嘢咧？我唔知咁多位傳媒朋友喺邊度收到消息。冇錯 ，Amanda 的而且確係我病人。不過佢係因為肺炎跡象先入嚟明誠北。基於病人私隱，我只會講咁多。唐明醫生，咁 Amanda 嘅情況究竟而家點嘅咧？有冇得救翻咧？同後續嘅。對唔住，冇得奉告。唐明醫生，我想問幾句啊 ，Amanda 究竟而家咩情況？你唔喺入邊嘅咩？我見差唔多時間，咪等埋你咯。我睇過婆婆啲片，佢枕葉腫瘤嘅範圍唔細，呢個手術唔易做嘅喎。幾難都冇問題啦，我係 YT Young 嘅徒弟嚟嘅喎。你要記住一件事，呢個手術正常時間可能要四個鐘，但你盡量要三個鐘頭內完成。我保證三個鐘頭都唔使。是啊，你知道阿 Ben 在我呢邊做輔導，我安排了第二個俾你。我知道 Andy 啊嘛，唔係佢，我覺得佢唔係好啱，我安排了第二個。邊個？到時候你入到去咪知咯。點解嚟嘅？Hello, Dr. Lui. It's nice to see you too. 唔係我自己話要嚟㗎，有一啲臨時臨急叫我過嚟幫手㗎。YT 叫你嚟就嚟嘅咩？你唔識 say no 啊 ？Say no， 不如咁同我哋 say no 喎。我唔想冇咗份工咯。雖然我好開心可以企喺度同你慢慢吹，但我哋再唔開始咧，我哋肯定俾人吹㗎啦。So, Dr. Lui, shall we?而家幫 patient 進行枕葉腫瘤切除手術。Vital BB 一一一七十七 ，Pulse 一一零。Scalpel 十分。
Retraction。我哋而家帮 patient 清除佢脑入面嘅血块。Subson， 快啲！血压突然间升高咗好多，俾150 mL Mannitol 佢，脑部突然肿胀，哇！有第二个出血位，会唔会系硬膜外嘅血块比原先 CT 照到嘅范围更大？唔好估啦，直接帮 patient 照出晒，俾 Factor Seven 佢知佢先。找到了，在另一边的疗愈位置，看你出血量不多。Ben， 我们做完这边之后，准备在另一边再跟他开颅。既然 patient 另一边出血的范围不大，我想不需要开颅，不如试下跟他做脑室外引流。好啊，就照你意思去做。等一下我们帮 patient 做 EVD。手术用了几耐时间？一个钟头18分钟，已经比平时的正常手术时间快了。系耐啦。放松啲，暂时仲系稳定。Michael有唔妥嘅会通知你噶嘛？婆婆年纪大，个手术唔可以拖咁耐。同埋我入 OT 之前应承个 YT， 要比正常时间快3日完成。你知唔知主刀嘅情绪？好影響成個手術嘅進度。我手術咗個鐘嘅，做手術咧就唔好睇住個鐘嚟做，放鬆啲。即係俾啲咩音樂你聽，等你可以放鬆啲啊。播 YT 平時聽開嗰啲音樂啊。Seriously？蘇醫生，你都未走嘅，今日翻嘢咩？係啊，諗住出嚟唞下啫嘛，唔介意啊嘛，隨便。我見 Doctor Yip 過嚟都淨係帶你一個，你一定係好做到嘢噶啦。其實我喺明心做 houseman 時候已經跟佢噶啦，我邊有咩本事幫佢手啊？過嚟呢邊都係幫佢處理下腫瘤科一啲普通嘅 patient， 分擔下佢嘅工作啫。我想你哋近排一定為咗唐明涉落 Amanda 嘅病情搞到好忙啦。Doctor Yip 話唐明醫生係副院長，件事佢唔想插手，等唐明醫生自己處理翻。不過我聽啲同事講 ，Amanda 好似停曬佢手頭上所有嘅工作，件事喺網上面煲得好大。啲網民就係咁噶啦，最中意啲八卦嘢。但係始終牽涉到醫院嘅形象，我諗 Doctor Yip 點都會做翻啲嘢嘅。我想 Doctor Yip 在背後做緊嘢，冇同我講啫。係啦，話曬佢都係聯網總監，同媒體關係又好，又識咁多人。可能佢喺 TAM 裏邊都識人，可能冚到單嘢噶。係啊，最近 TAM 好似有個總監成日都嚟揾佢。好似係叫張婷。啊，係啊，張小姐啊。
咁就好啦，希望件事可以快啲完啦。唔阻你啦，我翻去啦，拜拜，拜拜。Patient 脑硬膜下嘅血块已经清理完，依家进行 EVD。Scalpel。Patient RCP 幾多？而家係20、18、16 ，Y 數回復翻正常。阿天，你好攰啦，啲手尾等我嚟緊啦。你 OK？ 冇問題，最難嗰 part 你都做咗啦。咁好啊，你要望住 patient 嘅 RCP 同埋 CSF 嘅流量。OK， 冇問題嘅。早過你完成，贏咗。鄭婆婆的情況點啊？佢 vital 好穩定啊，個手術比正常時間仲有兩個鐘頭完成，同埋佢枕葉嘅腫瘤已經清除咗八成。Well done。係啦，頭先入 OT 之前，你做咩唔同我講揾 Vincent 做我輔導 ？Vincent 處理過唔少突發 case。我擔心你手術過程有啲咩意外，佢都可以幫到你啊嘛。嗯，下次都係唔好揾啲會影響我情緒嘅人做我輔導啦。OK， 冇下次。我送你翻屋企。唔使啦，你都攰啦，所以同我翻去咪得咯。姑娘話你入咗手術室，差唔多時間出嚟，所以我喺呢度等你。入嚟先講，係咪我要去查嘅嘢？你查到啦？我黨友問過佢英國嘅舊同學，原來當年死喺手術室嘅係葉晴嘅男朋友。佢同趙婉蘭一樣，有一種好罕見嘅病，叫做異型多發性內分泌腫瘤。MEM2 係基因遺傳式嘅偶發性疾病。是不是因為她男朋友 MEM2 發作，所以她親自入手術室幫她做這個手術？聽說當時她男朋友還有很多的腫瘤擴散，葉晴做手術的時候家屬還未知道這件事。麻煩你了，葉晴。書面同意，就算喺危殆嘅情況底下，任何醫務人員都唔可以對你進行急救。我知道啊，你仲冇咩想同我講？再見啦，晴。
性嘅情況出現，主診醫生可以唔需要家人嘅簽字，都可以幫佢做呢個手術嘅。但最大嘅問題唔係佢冇屋企人嘅同意做呢個手術，而係佢男朋友一早簽咗 DNR。最後場官司持續咗半年，葉晴雖然冇被定罪，但 NHS 都書面警戒咗佢。估唔到葉晴可以為咗自己親人違規做手術。點啊？葉晴呢單官司對你有冇幫助？我仲諗緊佢究竟係一個咩人？喂 T， 你揾我？李振聲尋晚喺 ICU， 突然之間腦壓飆升 ，ICP 去到25。我啱啱同佢打開翻個腦蓋，釋放咗腦壓。點解會咁嘅？我尋日送佢上 ICU 嗰陣，佢啲 vitals 都好正常嘅喎，會唔會係 ICU 嗰啲 RN 搞錯咗啲咩啊？唔關啲姑娘事啊，係你尋晚喺 OT 冇做足你嘅本分。我離開 OT 嘅時候同你講乜嘢啊？留意 patient 嘅 ICP 同埋 CSF 嘅流量。你有冇聽到我講乜嘢？我梗係有啦，我跟足所有程序做噶。自己睇。我見佢 ICP 降得咁慢，咁就諗住喺引流嗰度放走多啲腦水，等佢壓力降得快啲啫嘛。你啱啱先話你有跟足，你知唔知你突然由腦室放走咁多水，會令到佢腦膜嘅傷口又再重新裂開出血㗎？我冇諗過個影響會咁大。你平時口口聲聲話我偏心啊 Yan， 話我唔俾機會你，你究竟有冇反省過你自己？就算一個幾叻嘅醫生喺手術室入邊唔夠專注，一個疏忽就會係一條人命。Sorry， 我前晚將 paper 做到好夜。唔好喺度揾藉口。喺明誠筆入邊，個個人都好多嘢做，唔係凌醫生你一個最忙噶。忙唔係疏忽嘅藉口。你知唔知尋晚喺隔離手術室，阿 Yan 幫一個80幾歲嘅婆婆做腫瘤切割，你同佢都係 AC， 你爭氣啲得唔得 ？YT。我哋 Neuro 一個月有幾十單手術，你分啲咩 case 俾我做手術啊？我多數都係跟你入手術室咋，你叫我 suction 我就 suction， 你叫我縫合我就縫合，我一句怨言都冇啊！而家只係一個小小嘅錯啫，我就唔信做醫生嘅會連一個錯都冇咯。如果你覺得自己冇錯嘅話，我真係冇嘢好講。今次呢件事，我會照寫喺 log 度。就算阿 patient 唔追究，我身为 New 嗰个主管医生，我都唔可以当冇事发生。嚟紧呢一个月，你唔可以再入 OT。OK。喂 ，Marty， 请假咯。请咩假？我出咗啦 ，Amanda 今日會去翻去經理人公司度開會，我哋揾佢解釋清楚成件事。呢件事咧係一定有喺背後嗰度搞事搞非噶。如果我哋唔快啲講嘅話咧，成件事就會越煲越大，到時候撳都撳唔住噶啦。但係只要 Amanda 佢肯公開講話件事唔關你事嘅話，咁啲記者就唔會再亂寫噶啦。有啲傳媒冇查清楚個事實就亂咁寫係佢哋嘅問題。我問心無愧驚咩啫？你信我啦，我覺得會有大事發生啊！呢件事爆咗出嚟咧，對 Amanda 嘅影響好大。仲要佢出嚟幫我澄清嘅，就係違反咗醫生應該維護病人利益嘅專業操守。YT， 好啊，我一過嚟。有咩等我同 YT 傾完先再講。
蘇怡，我想問，係咪你爆料俾傳媒知 Amanda 感染咗 HIV？ 唔係。入嚟。快啲，咁急揾我咩事？你盡快找齊由 Amanda 入嚟明城北嗰一秒鐘開始，在醫院裏面有邊一個同事接觸過呢一單嘅 case？ 你有冇同其他同事提起過佢嘅病情？找齊曬有關嘅文件，睇下有冇其他同事嘅簽名。究竟發生咩事 ？Martin 啱啱揾我，佢話 Amanda 揾律師就佢嘅病情被披露，正式向醫法局對你作出投訴。你關心緊一個告你嘅人，佢隨時可以令你停牌㗎。車入邊嗰個係 Amanda。我係明城北嘅醫生，可唔可以俾我落去睇下傷者？我明知道佢有 HIV， 我就咁衝落去。呢個傷口幾時整到嘅？我一啲都冇保護到我自己嘅安全啊！你邊唔可以有事㗎？